中勉文哥双双，对对。我们再一次感谢警察大哥为我们维持秩序，以及附近的邻居朋友们，谢谢你们的体谅，让我们有个完美的点灯节。谢谢你们。江秀凤小姐请上台。江秀凤将为我们带来一首台语歌。然后我们这次的奖品啊，我们祥玉银楼赞助了14届的金。